我们要请我们林副市长呢，来跟我们一起料理我们的面包果 DIY。好，我们请刘主委，我们一起来推通。我们这个料理主厨正式粉墨登场哈。哎，来，在我们三位老师的指导下，我们的材料哦。有，对，非常像，你看他心机哦，我打好了，而且非常有那个专业主厨的味道。来，我们请三位我们的吕老师、廖老师跟林老师一起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活动。今天要准备什么料理呢？哦，当然主角就是面包狗喽，他们用最简单的面包狗哈，阿狗安的肉，还有罗勒。好，这三种食材做出叫做金玉满堂、金玉满堂啊，金玉满堂，太搞过了，发富贵就后子孙哦，金玉满堂，是，可以开始了。我们这个移到中间了，打一个，我们把它移到中间一下哈，哎呦，很专业，好来。啊，少许的盐。专不专业哈？看打蛋就知道哈。啊，亮 ，OK 亮，还要再比专业呢差一点点而已，但是也算专业了。哎，要把蛋打破了哈。就一下多练习一下。好，跟那个朱伟夫人讲的时候，加少许盐，加一三，把蛋是鱼，打均匀，加少许盐吧。啊，把它搅和以后 ，OK， 备用。好，我们现在油差不多再加少许的油啊。好，要有蛋打破之后呢，一点盐巴。先把待会儿烧少许油，等一下把那个包裹先来下锅。补充介绍一下，面包果跟菠萝蜜不太一样。来，但是里面的性质很像。坐一下，好，你来。菠萝蜜是很大颗的，这个面包果是比较小的。面包果的话，还是把它稍微炒软以后。哦，要炒软，稍微拌炒一下。拌炒一下，拌炒一下。现在呢，我们请诸位不是打蛋，而是捣蛋吗？不是捣蛋，是打蛋。没有蛋捣，稍微软捣蛋的，比较会入味啊，这样子。好，稍微让我们的面包果软一些。那可以把那个蛋液了，我们把蛋液稍微的放进去，好来。蛋液要放进去了，适量的蛋液，好来，好了，哎，好。加一点油，好，打均匀一些。接住，我，好来，好，这样炒软。好，面包果炒软。蛋液里有盐巴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把蛋入去。蛋液好，副部长把蛋液放进来。副市长把蛋液呢倒在炒微软的面包果里面，倒铺平在我们的面包果上面。我已经闻到了。然后稍微给它搅和一下，然后给它啊，那给它来副市长把它动作一下。好，待会我们会再加一些九层塔在上面啊，九层塔加美味加分，就面包比快在我们这个地方呢那么好的一个水果。好，对，该有蓝水了哟，啊，有蓝水了，刘啊，刘哒哒的，剥皮一下，好，好，加上我们的罗勒，就是我们的九层塔，把我们的九层塔加到上面去，等下翻过来就有颜色，等一下招呼一下啊。讲九层塔呢，卖10块钱，讲罗勒卖100块。哎，这边现场，蔡天也也介绍一下哈，哎，那个卡卡文化演技哦，很多的原生的植物，有罗勒、豆蔻潘。哦，还有那个哦，很多客家的植物都在里面，大家呢待会也可以看一下哈。哇，我们前排的朋友又闻到香味了哈。看这条面包狗哦，凝聚大家，而且可以满足大家的胃哦。又金黄又翠绿。是，我们应该有个摄影师到台上来拍哦，那个真的，上面的蛋非常漂亮。我们的副市长平常有下厨吗？好，这样熟成了以后，我看他很专业，真的又要忙公务呢，又要忙从打蛋就可以看出了。今天特别有妈妈的味道。好，好，我们再盖一下，那给他稍微焖一下，焖一下，焖熟一下啊。好，我们就大概10秒钟左右。好，坐秀了，好。好，我们的吕老师、廖老师、林老师指导之下，还有我们的林副市长亲自的哦来操盘。你看我们的这个蛋呢已经完成了，而且我们主委打的蛋很漂亮嘞，千万不要小看哎，这个捣蛋是很重要的。对，所以它的重点要蛋哈。
来，那个我们把它稍微把它拿斜一点哈，我们好了，好了，对对，我们摄影大哥来拍一下经典画面哦。我们的副市长们稍手扶一下，拉高一点。好来，来，哎，这样子，好，对，啊，赞哦 ，OK， 谢谢，是，要这样卡卡了嘛。均匀炒炒的完了，然后是面包果哈，煎面包果啊，均匀炒煎面包果的精油是哦，煮干哎，要变化真多了，哎，你要不简单。